Hello, everybody. We come back right now. Welcome back to We Are Talk right now. We Are Talk.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speak Chinese, all right? Yes. We're going to speak Chinese. All right,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to speak Chinese? I'm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to speak Chinese, everybody? If guys ready, okay, we are talk right in right now. Welcome. Oh. Now, 现在我们干啥？我们正在拍视频。拍视频是吧？对。我想面试你，这家我想面试你。好。大概三四个问题是吧？好的。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对对。我还没准备啊。开玩笑，开玩笑。那我们开始吧。啊，好的。啊，你可以吗？行。你什么？你什么？自我。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啊，你自己是吧？啊，好的。好的。那开玩笑。那不是开玩笑。什么？大家好，欢迎参加 SSK 四级考试。你不是吧？是不是啊？不是啊。啊，那我们正式开始吧。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我叫杨医生，中文名字叫杨医生。杨医生，杨医生，你的中文名杨医生。老挝名字叫康本。啊。我现在是在台银和尚的学校读高三，以前我们是在 S 中文培训中心读学习汉语啊。啊，我跟你一样，就是那你。叫什么名字？先我介绍一下，给其他人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啊？叫什么名字啊？我是谁？你知道吗？我是谁？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啊。那你先吧。啊，行吧，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我是杨子生，啊，大家，我是杨子生。嗯。啊，今天我面试杨医生是吧？对对。三次个问题。嗯，好。啊，那现在我们开始。嗯。第二个。你高中毕业之后，你打算去哪？哦。读大学啊。嗯。我现在觉得自己还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去中国留学，去中国读书。嗯，这个对。完了吗？完了。完了。啊，你不问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你想去中国留学啊？啊，因为，我，因为，啊，其实呢，我对中国的印象很深刻。嗯。也有四个原因，就是一就是我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二就是我想提高汉语水平啊，汉语水平。嗯，三就是我想知道中国怎么样的管理和更多的知识。嗯，四就是我也想进行自融人中国文化，文化是吧？体验中国人的伟大精神。嗯，精神啊，精神 ，spirit。这就是我想去中国留学。啊。那你不想去吗？我不想去。你知道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不想去啊？不知道。不知道。你可以告诉他们吗？因为我们有钱啊。开玩笑，就完蛋了。你有钱吗？没有，没有，我也没有钱。没有钱，你的梦想是把你想去吗？谁有钱？让我们借，让我们借一下。借一下。OK， 那我们下那个第啊。嗯。三个。啊，三。三个。最后，我有一个问题呢，我有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方法写汉语？你有什么方法写汉语？如果有别人想学习汉语，
你想分享啊？那好，你的方法，你有什么分享你的方法？啊，好，对我来说呢，好方法，其实呢，学一门外语其实没有好办法。嗯，没有好办法。没有好办法。我开玩笑，其实有的。啊，对我来说，学习一门外语。外语。学习，一门外语。每天，你要努力，多听，多听，继续努力呢，多听，坚持，努力，坚持下去，不要放弃，不要半途而废。多听，多听，多写，多说，多写，啊，是吧？多读，多读啊，也是一种好办法的。如果我们能做到，除了你做了这些，你还可以在艾斯中文培训中心学习。我敢肯定，你一定要学习。你一定要学越好的，会说中文啊？对，会说中文，你的未来一定要很好的。第一很重要，就是你应该啊，学生词是吧？学生词，对。学生词，你知道生词怎么用啊？你应该知道生词怎么用。这个很重要。如果知道生词，你可以说，跟别人 说出来啊，出来是的，或者跟自己说，好的，完了吗？还有什么？啊，如果没有说的话，那我们就，这视频，那就拍完了。啊，应该，大家应该知道，大家。能做到，我们也能做 到，是吧？是的。只有不放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只有我们坚持不放弃，一定会有成功的那天的。坚持不放弃。坚持不放弃。拜拜大家。拜拜大家。Goodbye。Have a sweet dream 。